用公权力来抹黑造谣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实在是民主之耻啊！我想民进党啊，集全党之力啊，不择手段争取胜选，已经让大家感受到这个负面选举的压力。现在没有想到啊，还用这个政府的力量，用公权力来抹黑造谣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实在是民主之耻啊！我觉得适可而止，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。